居士学佛常住有门槛吗？来佛寺常住有门槛吗？有啊，第一个健康检查，哦，当然很重要啊，哦，好，再来你不要有那些不良的生活习惯跟不良的社会关系啊，外面有仇人等着你，每天都在山门口拿刀子等你，这样子这不行啊，哦，再来呢，这个怎样呢？你要有优质的生活习惯跟对三宝应该有的恭敬尊重，再来你不能偷懒啊，你吃庙里的饭你就要做庙里的事啊，你不能就是整天在睡觉不干活啊，哦，除非是，哦，人家特许你说啊，因为看出来你有重病，你要在那边调理的，那给你空间，算是你跟这个寺院有缘，哦，是这样。没有付出白吃白喝，有没有戒律上的疑虑？是这样子的哈，一般出家师父不会因为私人香受受而说让你来这里这么好像看起来白吃白喝，但是你自己的福报你自己要守。出家师父容许你来，大概有几个理由：第一，一般寺院缺人，二八辈看你呢还算诚恳；第三呢，给你机会，给你机会看懂，不要白吃白喝，给你机会。所以你哪怕你刚开始想白吃白喝，你要真正想修行的话，你后来你会发现你这样子不好。那如果你还不管，那很快的护法龙天会把你轰出去的，也不用出家师父。那再来就出家的戒律来说，那就怎样？第一，他没有私心啊；第二，他是给他机会啊；第三，他是度化众生啊，他不是说思乡受受给他白吃白喝。所以基本上刚开始不会有戒律问题，除非事后呢，他这个人真的不长进到连护法龙天对他也没办法了，那出家师父看在眼里，他老重或者做坏榜样太严重，那他可能就要出口，当时让他进来的人就要现在让他出去，没话讲。或者是邪见，本来进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邪见，那随你啊，慢慢我发现你有邪见，那就要让你走人，要当机立断，这个是没办法，这是很明显的啊。